过去买兔子毯子，然后回来的时候顺便剪了一点。这个跟这个看上去多少都有一点点的单调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把它加工一下，就是用它隐形眼罩。我们现在开始给它涂一下白白的白雪。这个比没有涂过的就可爱很多吧。然后我接下来把这些也要完成，四个完成啦。今年冬天又省了一笔，满身的装饰品的费用，我真是勤俭持家一把好手啊。